哦吼，有个亮货这里哦，这个是准备要钻到洞里面去的吗？嘿，再来慢一点的话就被他跑了，抓住他这个脚。哎呦，想搞偷袭？呦呦呦呦呦呦！这家伙不讲武德，哎呀，太坏了你！哇，看看看，先给他收了吧。这家伙会偷袭，不惹他。看到没？发现目标了，他想躲到石头坑里面去。一只蓝蛙蟹哦。哇，这个头可以哦！哎呀，嘿嘿，这下没地方跑啦，蟹兄！哇，那么大一只！哎呦，发脾气啦！哇，这可以哦，呼呼，不错，收了。记得上次来这个大水坑，抓到了两个那个骷髅鱼。这边水有点浑哦，有货有货！哇，龙虾！哎呦，这家伙应该是涨潮了，慢慢上来捕食的。哎呀，其实抓龙虾也是挺简单的，主要它不在那个坑里面，抓它像闹着玩似的。哇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发脾气了。哇、哦，一只青龙，估计有个四两左右了，不错的收获。好多海菜啊，珊瑚礁全部都露出来了，这个还挺漂亮的。哇，这边有条虎鱼耶。这虎鱼毒性特别强哦，它们颜色跟珊瑚礁差不多的。哎呀，我都有点怕它。这种鱼毒性强，但是特别好吃。哎呀，收了，看到没？有个好家伙这里。哎，想要跑到里面去，慢啦！再来慢个几十秒的话，它就要躲到坑里面去了。超大的面包蟹，也可以叫它傻瓜蟹，比较笨重迟钝的一种。这里有海螺了，是猪仔螺。这种猪仔螺壳也特别漂亮的。想要用它的螺壳的话，你就清煮，然后让它一直沤，一直放在那个桶里面啊，矿泉水瓶里面啊，然后十天半个月它就会烂掉了，就可以用壳了。这地方不好走啊，发现一个海螺也不好掏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蜘蛛螺。呀呀呀呀，特别像蜘蛛，好多个脚啊，看。看一下这个珊瑚礁破坏者，这个长得丑的蜘蛛蟹，看还在跟我打架。这种螃蟹特别的凶，专吃珊瑚礁的。耶。你是破坏分子，阿平都不把你带回去，你已经不错了，你还在那里跟我凶凶凶。指着那两个夹子。算了，不逗他了。看到没，有个沙蟹跑下去了，赶紧追上。哎呀，看看看看，哎呦，个头还不小啊，这种沙蟹。听说这种螃蟹可以给小孩煮那个稀饭吃，
治疗那个稀罕哦。呵，好大一个，收了。之前来这里捡了两个那个黄金蛋，现在感觉冬天都没有什么金蛋螺。哟，什么东西？抓住了！哎呦，钻到里面去了！看看看，这个脚在这里，看它会不会出来？是八爪鱼。让他自个跑出来吧，嘿嘿嘿，这家伙，哎呦，哇，不错不错，他要是不出来我还没办法呢，爽啊，这估计有个一斤了吧，哦吼，哇，这家伙逮了一条鱼啊，哦哟，吃得津津有味的哦。还在吃吗？看他那个嘴巴在那里，哦，给他来个特写吧，咔嚓，笑死我了。刚刚应该很多螃蟹在这里一起吃吧，哈，这鱼尾巴都被他们吃掉了，呦呦呦，还不舍得放，嗯，这鱼好臭啊，哎呀，受不了这个味道，嗯。都没啥海螺，哦吼，这好像是一条鱼耶，它那个头已经躲到珊瑚礁下面了啊，嘿嘿，嘿，这家伙，哟，再不来抓了的话，那个水温。等火特别高的话，它可能要被煮熟在这个水里的。现在都奄奄一息了，它没啥活力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哎呀，还以为它没啥活力。哎呀，不玩啦，给它收桶里吧。这会起点小风了。这什么情况啊，三个海参在一个小水坑里面，哎呦，啊，这海参沾的那个岩石，这个海参挺贵的，有时候想找也找不到一个，有时候你不想找的时候它就出来三个，赶海就是有意思。哎，南黄蟹，你把那礁石给拿出来。这个估计是它占领了这个地方，看，南黄蟹的占领力也是很强的。一般它们居住在这里，鱼都不敢靠近。不错的个头，给它收了。我发现现在的海螺挺聪明的，特别会躲。那你发现一个猪仔螺在慢慢的爬行，像个蜗牛一样爬得特别慢，它估计是在找洞钻，准备要回家睡觉。哦，好肥啊，收了。哇，这里有一个螃蟹洞，好大呀，哇，里面这个螃蟹特别大，咱们刚捡了一条鱼，看能不能把它哄出来，放在这里看它会不会出来吃。诶，它竟然不吃诶，蟹兄，这家伙可能是晚上吃太多了，这会儿都不想吃了，算了，这个鱼丢了吧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掏出来。
一个。哇，有了！呼呼呼呼！哇，这家伙，一个大红色的面包蟹，牛吧？呵呵，给它收了。放着鱼来诱惑它，都诱惑不了。这边有一条鱼，这个应该是一条水沟的，潮水退干之后，这鱼都出不去了。有了，一条两点中个头的，找一下下面还有没有。上次过来这边捡了好多椰子螺，今天过来一个都没有。那边看一下吧。哎呀，哎，有个亮货躲在这里的。呀呀呀！哇，很漂亮的兰花蟹哦。这种螃蟹是在兰花蟹在螃蟹中是最颜值最好看的一种，看它身上这斑纹，不错的，收了。海螺，还以为是螺壳，如果敲下去的话有那个回声，就是假的。这种蜘蛛螺特别聪明，看这里又有一个，都是躲在那些礁石坑里面，因为它们这些身上长得跟岩石一样的，特别容易伪装。一个大一个小。哦，刚吃早餐没多久，你又想干嘛？记得我们好久没有去海边去搞叫花鸡吃咯。不要讲我。那行吧，今天天气也不错，那我们就先把东西收了吧，回来再补吧。你去准备那个烤叫花鸡用的那个材料，然后我去搞一只鸡，咱们去海边去整一只叫花鸡。我收吧收吧，半个小时在这里集合啊、哦。记得买那个锡纸哦。哦吼，小琉璃自己下来赶海咯，有没有抓到货啊？你赶海的海货呢？嘿嘿，看到我过来他就害羞了。跟网友们打个招呼。
Hello， 我是小琉璃，我已经长成大琉璃喽。今天带他来海边吃点叫花鸡，幸福了。走，带你去看看有没有海货船。好了。哎呀，拿到一个好的地方去，嘿嘿，鞋子派上用场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泥土弄干净了，拿到干净地方来，再来一层一层的抹，一层一层的慢慢将它剥开。哇，闻到那个香味了！哇，哦，这个过瘾哦，哦，太爽了，哇！哇，那个皮都粘在那个上了，呜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哇，传说中的叫花鸡啊，哇，呼，先来个鸡腿，哇，哇，呜，太爽了，嗯，老表，买过来。香不香啊？香。哎呦，过瘾哦！一人一狗一老表啊。好了，我给小琉璃也弄一块吧，他一直在流口水。给这个模子给小琉璃。哎呀，再给个鸡屁股给他。嘿嘿，小琉璃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哦吼，哦吼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哎呦，香喷喷的！哎呦，哎呦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慢点吃，别急。鸡脚也是很美味的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咱们今天的美食叫花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有喜欢阿平的，记得留下你的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